你想要当那种坏小孩，对不对？要去饭店。坐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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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好。警示发牌通知后，警告器铃铃会在你的左手边。然后会有云霄飞车。哪有？有摩天轮没有？对对对。他可能要五点才四点才开。就像外公家那个游轮。呀，量血压不能够讲话。为什么外婆的表情这么凝重？这个去里面洗手。我刚刚有喝，你也太高了。正常啊。141耶。现在去换下午茶的阳光咖啡厅，因为弟弟没有，我的给他换就好了。干嘛？欧丽吗？他的下午茶，妈妈选的是柠檬，两个小孩选的是苹果汁。拿到了。爸比选的是酒。保护时间啊，对啊。他就要先去了。我们那个时候是在这一间。对，这次是住上面，因为我们这次是家庭房。都带外婆，所以会人数比较多。他是说很冰吗？你摸摸看。高。小心你去这湿，要小心。扶着啊。给我扶到下面。你要去哪？你一直上上下下才。他是 baby 没错，他只是比较高而已。好啦，小孩的，人家会不会觉得说，明明在40公分，为什么好像很刺激，在400公分一样，笑成这样，你懂吗？对，舒服，应该很凉，干嘛撞外婆？凉吗？爽吗？会很冰吗？很浅的40，不要太小。不会啦，我最安全的。你扶起来了，哎！他看不到路，他那个帽子遮住他眼睛，他好像看不到。有没有像在外太空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去看看那个章鱼。哈哈哈哈哈！放轻松，然后就会直；用力，然后它就会变长。你放松，然后这样。训，在水里才不会冷。外婆，看我追着来呀！来救我！耶！好不好玩？在走路，对，抓着然后这样走路。你的外婆也会？真的眼帽子，他刚刚擦到眼睛。不会了，这个买的好 ，ABC 认证，还换汇，而且很便宜。哇塞！你踩得到吗？哇塞！你会游泳了，你会游泳哎！累了吗？累了吗？好厉害！游来这边就可以休息了，就可以扶着了，加油！嘴巴闭着，好棒啊！你会了耶！哦，还会冷吗？起来才会冷，我们就起来不要玩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可以去玩别的赛车什么，把衣服换一换。对啊，晨晨。晨晨，晨晨还没起来。晨晨还可以吗？要不要起来了？那你要重要游。太好玩了。A B A B A B A B。等下动哦，才不会冷冷。我要踩着地面过去。你会冷吗？对，你看他嘴巴，我觉得他应该要起来。你会冷吗？还好啦，它的山子没这么直。好漂浮，漂浮好舒服。那我可以踩。这是什么？爸爸救命！不会啦，那么容易坏？那才一下下而已，等一下再把它冰冰箱。好吃吗，小朋友？他说下午的时段就是50块，就有那个红茶，好，够爆米花，他吃完可以再续。自然没有坐到这个摩天轮。你好胖。对。啊！你这里是。视角怎样？我是男视角。OK， 快最高了。上次前几天我带弟弟去儿童乐园，我们也有坐摩天轮。OK， 最高了。高，有风，好想最高，要下去了。真的。Hello。好笑。Hello， 弟弟。玩到妈，你真的不会晕吗？你们不要让外婆太晕，你就正常就好。
不要转快。这个是我们自己转的、哦。不要转快，他会转，他们又给你转快。我外婆在睡觉。那外婆蛮厉害的，我上次做这个啊，我头超晕，你们三个都在睡觉，搞什么？好烂哦！没办法，我真的超晕。谁在偷转的那么快？来偷转你！这边环境非常的好，看一眼望过去，另外一边是露营车，这看起来好好玩，好高级。上上下下。什么？它有那个运作的声音，啪啦啪啦啪啦。太君帮你请老假，请假请假。那你要怎么做好？对，你要怎么做好？三边推。那像我现在要右转，那就是推左边的就好了。这样对，推左边的就好了。对，它就转弯，再双手往前推就前进。妈妈，呜呼，好不好玩？不错吧？呜呼，小心啊，小心。向左。妈这蛮，它有点速度，你要慢慢的习惯在那个。哦，赞哦，赞哦，睡。好，转弯啾啾，对，可以发射。先慢慢的，对，要慢慢的哦。妈，他播 Super Shy 耶。谁？那里啊。是啊，他在播 Super Shy。好不好玩？好玩吧，不可怕，比那个汽车，因为你长大你要开这个。你喜欢小汽车还是这个？对不对？因为你长大了，加油加油，不要撞墙。不要撞外婆，还可以吗？好玩吗？啊！有人在后面恶意逼车，你看逼车，逼车。没有啊，他上次有玩过，所以他会玩。呜呼！嗨！他要追外婆。坏呢，恶意逼车好不好？恶意逼车，加工外婆。啊，很漂亮，还有随风飘逸，好美。睡哦睡哦，最后一圈咯，三位小朋友，晨晨最后一圈咯。你就是这样，等一下上去晃，你这样会不会太冷？怎么样？因为你可能有运动，一直那个很热的，就是代谢。没丢，没丢。你弟六只射完就换你了，你站在人家后面会被撞的，不可以这样。哇哇塞！哇哇！你小心，你不要弄到别人，你要朝前面，女汉子哦，发射。对啊，晚上就是这样。现在还好，我们上次来的时候真的蛮冷的，冷到那个星空电影院都在室内，没有出来，就一直很冷。对啊，等一下就换你了，那等姐姐剪完好不好？还是你要帮她剪？不要好，你等她。加油！要吸住了。没关系，加油。OK， 妈妈被夹到了，没有夹到了。这里，妈妈，我想玩这个。你不玩这个？好，你去玩啊。我玩那个房卡。房卡，好，给我。房卡。这超好玩的。他说一颗球多少钱？一颗球多少钱？什么意思？要一颗球多少钱？他是没有说，反正你就给他捡回来就好了。有几颗球？我们有五颗球。啊，迪迪，你可以换另外一个，你可以打这个。插队。加油加油，多练习，小心哦，加油！只要你进了，没拍到。Oh, you can 啊！弟弟弟弟手要摆直，对对对，很好。我觉得他控制力不错，我动作好。你直接投进去。现在在玩这个，你要去打高把迷你高尔夫吗？你要不要去打那个？我来顾他。去啦，手摆直有没有？好，往上推，瞄准那个洞，再把它敲进去。咚咚，弟弟小心挥，他说推杆不是挥杆哦，用把它推进去，推进去就好了。会不会妈妈一杆进洞，第一次就很强这样？不用用脚，对哦，用手这样子，对对对，先抓杆，站，用手腕这样子，这样子，不用用脚这样子，不用手腕，不用脚发力，对，用手腕这样，中介好好，不是打棒球，你会打到外婆。对，然后再推大力一点就会上去了。好，再上去。好，那你再换这一个。做什么事都是安全第一哦。对，没错。你不用那么大力，就是这样子。弟弟要放直，你看外婆的手。好厉害哦！我教你。好强哦，妈！加油，没事。真的差一点呢。教的好不好？真的，就是的。飘松姐姐好玩吗？七号杆啊，真的是用吗？可以，你这样不会太短吗？那小孩用的可以吗？不会啊。
那你们玩哦，我去看他们。蛙泳玩吗？厉害，你力气蛮大的。可爱，我陪你进去玩，快点，我陪你进去玩。这样会有蚊子。那是什么？那什么东西？我们上次还没看到，对不对？还有好多故事书，小故事。南瓜切片。那什么东西？南瓜切片，什么鬼？你要看故事吗？我们来看一个那个世界。这是什么？花果山美猴王。你不要让老板下次不跟你来哦。你看哪一本要看的？我念给你听。开朵山。卡丘。珍藏一点。看镜头，再重来一次。要看镜头。啊，看镜头完全拍不到。哈哈哈哈哈哈。你想玩？你想看吗？下去。有三颗。来，进来吧，艾比利，换你，弟弟，先停好球，加油！你看他在中间防守，左边右边，这是什么？是做假动作，然后花吗？哦，对，他是半天进了一比，一比，超干的意思是什么？不是很干净。谁跟别人玩？晨晨，你欺负外婆？晨，你欺负外婆？外婆加油！那你先把。懂事嘿，快点！哈哈哈哈哈！上一次专业的，为什么把自己拨进去？电话给我们说可以下一次742，快了啦！但没有人，不要不要这样子，妈加油！原来外婆是高手，不是骂，你是左手对，对不对？耶、yeah, ，再转一次，很专业，哇塞！谁教你的？你要用白球去推另外一个。哪里有白球？你没看到白球在你面前，不是这样用。你要把你的手放平，然后后面的手不是这样，头后面的手是这样握，这样往前推。你看外婆的手，来晨晨，我帮你。后，你的左手要放下来，稳的，左手要放平。好，这是麻辣烫。哦，这个红豆汤，红豆汤，然后这个是哎，反正你会看，还有肉粽、芋头咸粥，芋头咸粥，还有地瓜跟玉米笋肉包，还有这个是高丽菜包，这个跟上次我们来那个一样。姐姐，你看你要吃什么，你跟我讲。还有面可以煮面，你要吃什么？我想要还有炒饭、炒面，还有你喜欢吃的米雪糕。要吗？吃雪糕。好，卤味哎，看着，好好吃。还有水煮卤的超烂的哎，好香。帮我拍个短片就行。法式滚球。早安。要去吃东西，等下还可以去玩一下后面的东西。吃东西。妈，我们昨天还有啥吗？没玩。还有什么？哦，这里。我们去玩水哦。对。我们去玩水。坐下，我要上课，就还是要回去啊。妈妈，你看我会旋转了。还是要了。哇塞！这不是会？它会旋转。对。要不要转行当游泳教练？
对，直线在超车，你不要弯道超车。姐姐，还是你要泳圈？我去帮你拿。钟伟成，你要泳圈吗？还是要轮流玩？有什么酷东西？就游泳圈，其他都是小朋友在玩的那种。他刚刚走过去，他说自己选，我就去拿了。什么？没有。我不要原谅你，我告诉不要原谅你，不关事。哈哈，哇塞，可以吗？不要对着人家眼睛射。这上去就超载了，他说乐乐乐来射他，哎，他为什么没有动？我要动，抓到感觉解破解了。但他没有，那不然你的给他，你怎么了？忧愁？那你给他一起飞机？人家好像变态，是变态吗？哈哈，那边有个怪人，弟弟姐姐，你射到谁？这很好笑，你看他们拿那个枪，你拿那个啾啾枪，那个啾啾枪，太远了，好会扭的屁股哦。卡弹是不是卡弹？我不知道他们。这边呢，然后我要让我的姐。我眼睛有一个吗？有一条，脱下来放那里晒干，然后我去拿那个浴巾给你。整个来，妈妈可以帮我拖一包。我有办法吗？你会耶，好厉害！那你还要玩吗？我要爬过去120。不要这样会跌倒。你还要玩吗？爸爸可以帮我吗？你好酷。对呀、啊，我现在知道水底的扫地机器人高级。是吗？包包里面的吗？那我的钱。好像是水下机器人。很酷，它这个是吸东西啊。太酷了，游泳池的扫地机器人呢，也是吼，不然会很脏，对不对？真太酷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，应该是吧，不然他在干嘛？他就是在吸。好酷哦！我们要去哪？对，